瘾大，技术差，场场都不落。今天呢是大年初一，中午吃完饺子，哎，我就出来了。钓鱼不是目的，主要是想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新年到，喜事多，阖家欢乐，幸福多，顺心顺意，朋友多，身体健康，福气多，兔年吉祥，生意多。哎，最主要的是祝大家在新的一年2023年钓鱼多多多。废话不多说啊，咱们开始钓鱼。今天还准备了一个拜年礼物，但是呢现在我不能说是什么礼物，先钓鱼，钓着鱼呢我才有脸给大家说啊。先开单啊，试一下钓鱼王新出的红虫饵料，红红火火，哎，来一份。今天打点窝，多开一点，再来点鱼来神米，全搞里头。今天米稍微多一点，一比一的水。不知道今天大年初一能不能大吉大利，哎，就靠你了。哎，天凉，让多醒一会儿啊，10分钟。这冬天多打一会儿，让它出丝出好点，揉打揉打。好，这大过年的呀，啊，我就拿出来我5米4的天乐鸡，这颜色也是红红火火的啊。线组是1.0，拉的0.5，前期还是抽过的啊。直接手搓饵，来两个大花生豆，抽上个4-5杆就可以了。走，抽窝的时候呢，不能打太满。抽了几杆，漂底下冒泡了，小碎泡，应该是来鲫鱼了。这个地方水深呐，频率还得打起来。前期搓饵，后期拉大球。鲫鱼吧，应该是鲫鱼泡，小泡。我感觉第一条应该上鲫鱼。哎，来了，中了！呵，家伙，新年第一条！哎呀呀呀呀！不会是鲤鱼吧？难道要大吉大利了吗？不小，这条不小。哎，快快抄网，抄网，抄网！鲫鱼，鲫鱼，鲫鱼！哎，过来！这怎么样？啊，大年初一上一条金鲫吧，这是啊，这寓意很好啊，大吉是有了，一会儿看能不能上条大鲤。哎，等会儿，有一斤吧，嗨，绝对鞋底板子啊，快快快快，护护拿护，哎。哎，我的网红户用上了，进去。既然看着鱼了，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咱的新年礼物啊。评论区留言，兔年吉祥鱼，记住了，一定要是兔年吉祥鱼。小红心第一名的，咱们送的钓鱼王饵料1箱，可以吧？接着钓，这鲫鱼来可不是一条了就。点了一下，让一口，让一口，来了，呵，家伙又中了，哎，这个也不小，我感觉这个没刚才那个大，但是也差不多了。鲫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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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的鱼不能让它跑了，都给它抄上来。换平常就这点鱼，直接就给它飞上来了。不过咱今天的子线小，
05的线，这个鱼不敢飞啊。有三两那是没问题的，走。看好了，小点，来，中了。哎，这条不小，不知道什么鱼啊，先露个水面，鲫鱼，鲫鱼，鲫鱼来了。哪是鲫鱼啊？直接给它飞上来，来哟塞！可平常这鱼我直接给它飞上来了，不过今天的鱼一条不能让它跑。哎呀！小了，三国标秤三两没问题，巴掌大，漂亮吧？哎，进去。我说啥来着？来就是一群，底下还有，还是有小泡啊，倒一下。来，伙计，这条鱼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个个儿也可以。鲫鱼今天钓了清一色啊！哎呀，我的。说呢，二两半，国标秤，足足的。要不咱别钓了，今天的任务也完成了，主要就是拜拜年，发发礼物。钓了有两个小时，大的呢金鲫，小的四条啊，二三两的。媳妇儿呢在家等着呢，这几条鱼，回去给媳妇儿炖个鲫鱼豆腐汤，是不是？新年第一场鱼。钓的还算可以，今天钓了有两个多小时，大年初一第一场鱼，来给大家看看鱼。虽然没有大鲤鱼，鲫鱼也不少。今天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出来给大家拜年，送个礼物，是不是？这些鱼呢，回去给媳妇儿炖一个鲫鱼豆腐汤。这鱼个头可以吧？今天钓的金鲫。还是那句话，评论区记得啊，兔年吉祥语，红心第一名，咱们送钓鱼王饵料一箱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